小朋友们，今天来玩超级飞侠的机器人变形玩具。这是小爱的装备机器人，开始变形吧。收起两只手，旋转一下，再拉出车头，把手臂转到后面，这边也是转后面，把双腿也转到后面，再对准手臂的位置卡好，这边也是一样的操作。装备机器人变成了赛车，这是直升飞机小爱，开始变形，伸出双手，放下双腿，收起尾翼，小爱变成了小机器人，过来驾驶赛车，出发去兜风喽。小爱回来啦，下车吧，把赛车再变回机器人。 OK， 放下左腿，放下右腿，把双腿转到前面，再放下两只手臂，调整好上半身还有双手的位置，变形完成。小爱来驾驶机器人，出发去巡逻。这是酷飞的装备机器人，开始变形，收起两只手，旋转一下，再拉出车头，把左手转到后面，右手也转到后面。 Great！ 再旋转双腿，对准手臂的位置固定好，这边也一样固定好。装备机器人变成了赛车，这是战斗机酷飞，酷飞变形，收起两个飞机翼，放下双腿，拉出双手，酷飞变成了小机器人。酷飞过来驾驶赛车，出发去比赛喽。酷飞回来啦，下车吧，把赛车再变回机器人。 OK， 放下左腿，放下右腿，再放下右手，还有左手，调整好上半身和双腿的位置，再放下双手，旋转一下，变回了机器人形态。酷飞过来驾驶机器人，出发去巡逻。